我最喜欢的颜色是绿色。我最喜欢的是橙色。我的是红色。乔治，你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呀？蓝色。乔治最喜欢的颜色是蓝色。那我们来看看什么颜色的车先过来。好的。小猫坎迪坐着绿色的车来了。呵呵，绿色，那是我最喜欢的颜色，我赢了。你好啊，坎迪。喵。你好啊，佩奇。小狗丹尼坐着狗爷爷的拖车来了。橙色，那我赢了。你好啊，丹尼。你好啊，佩奇。呵呵呵，又来了一辆车。那是苏西呀。你好。你好，佩奇。蓝色。是的，乔治，那是辆蓝色的车，所以你赢了。这个游戏太没意思了，我们居然一辆红色的车都没有遇到。有辆红色的车就在身边呢，佩奇。在哪儿？我们的车子是什么颜色的呀？嗯，是红色的。我赢了，我赢了。佩奇一家已经到了山上。等我们到了山顶之后，风景一定很美。我们到了。看着明媚的阳光，宜人的景色。哦，糟糕，突然下雨了。美丽的景色到哪里去了？那儿的景色不错。这里是兔小姐的冰淇淋店。你好啊，兔小姐。你好啊，兔爸爸。给我四个冰淇淋。那么你要什么口味的呢？薄荷、橙子、草莓还有蓝莓味儿，谢谢。好的。看看我买了什么来。是冰淇淋。哦，是我们最喜欢的颜色。说的没错，我的是绿色。我的是橙色。我的是草莓味红色的。还有乔治的是蓝色。好吃好吃好吃。看呢，太阳出来了。看，还有其他的东西也出来了。是彩虹。